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十月初五暗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闻导数台头先就来报连载。内政部长徐国勇伫今宣布讲，所有身份证确定明年七月会全部换新，会先伫平湖、新德市、板桥甲中和市办。公费流感疫苗在今仔日开始做啊，但是中央鼓励民众去做流感疫苗，所有民众三针要做也发生冲突。川疫情感染到武汉肺炎，不过伊的医疗团队表示，川的病情有咧变好，上紧初五就通好出院啊。内政部长徐国勇在今日宣布讲，所卫生分证确定在明年七月会全部换新，明年正月会先伫平湖、新德市、新北市的板桥甲中和进行小规模试办。不过，就团体指挥讲，进前有针对资讯安全甲运输的建议，内政部说是拢无被接受。所谓身份证，原本今年十月要全面划发，但过受疫情影响延期。内政部长徐国勇初五宣布，所谓身份证确定伫明年七月全面划发。明年一月会选定伫平湖县新德市加上新北市的板桥中和地区，先进行小规模试办划发。不管是用专法或者没有用专法，我们相关的法律在这里也已经足以来发行我们的国 EID 的这些国民身份证。也就是说，个人对于政府这些或者是相关机关晶片使用的足迹是可以监督的。徐国勇强调，所谓身份证卡片显示的信息，除了比今麦纸本资讯更加少，防伪措施也较大。同时，所谓身份证精品来的购置也会分区保护。另外，为什么经三管区作为第一波的划发，内政部说明，力度同款需要试办，所以选定人数较侪的平湖、板桥、中和是配合门牌精品都好需要换身份证。目前估计大约有75-85万人进行头一波换身份证。这些晶片上的资料的串联，然后或者是说他验证有哪些情境是需要被限制，就这些东西都没有讨论。有一个人拿到一张晶片身份证之后，他其实也是可以去读公开区的资料，因为他上面就已经有写身份证字号。贷款会积极，内政部的政策上规律处提出三大诉求，包括政府应该保留无晶片身份证的选项，政府应该就资安甲运输风险进行立法还是修法，要有建立独立的风险保护专责机关。内政部拢无采纳。贷款会烦恼，所谓身份证可能留下所谓卡掉和有心人监控。内政部表示，所谓身份证就算证，会进行收金六人竞赛，提出相关抗判，强化资安者的全面来换。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明年就要开放美国的猪肉进口，卫福部也规定讲，线顶叫餐点的业者，伫菜单顶头也爱标示肉品的来源，违规者上当会当罚到300万。另外，教育部也要求学校的营养午餐爱使用台湾的肉品，哪阵补习班有甲囡仔传食的，也同款爱用台湾的肉品。为了影响美国来的明年进口，教育部已经要求学校午餐的猪牛肉需要使用国产肉，也不过未少学生会透过外送平台订餐送到学校。要如何确保学生未吃到美国来的呢？早起相关部会到立法院报告，卫福部表示，平台业者需要在网络菜单清楚标示。它会不会变成一个漏网之鱼？它一定是网络点餐嘛，在网络点餐的那一个菜单上面就要加注。卫福部表示，若无表示，将罚餐饮业者3万至300万；若表示不是，罚4万至400万。晚上平台 Uber Eats 表示，配合合作餐厅建议配套措施。富平大家有无晚上平台，拢表示会配合政府政策宣导，建议配套措施。我们就会尽快拟定配套的措施来做适当的揭露，也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另外，除了校园的供餐需要使用国产牛猪，教育部长潘文忠初五早起表示，也考级补习班替学生代订便当的报告业者表示愿意配合，也不过呼吁政府先做好上重要的监督。另外，供餐给学生的儿童课后照顾服务中心有业者表示，影响应该不大。基本上关系到上游、中游，我们算是下游。那所以未来以后可能要请政府积极的把关。我们有固定买猪肉的摊商，那个猪肉摊它都有提供那个证明，所以对你们冲击就不太大喽。对。教育部指出，已经向文要求各管区对补习班，若讲受家长的委托，代表便当还是供应信息，拢爱比较中小学甲幼儿园，爱采用国产肉品，未当使用美猪美牛。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路头路尾开加满四个手切茶凉水店，正是药师要上新的规定咯。对明年开始，无论是便利超商或者是手切茶饮料店，拢爱标示内面的糖有偌济，热量有偌悬，也包含掺入的粉圆、椰子肉，拢爱算在内。违规者上当会当罚到300万。京都配乌糖甲仙女手摇饮料，无论季节拢是真受欢迎。暗过生过节糖粉，煞正做健康温馨杀手。小数查过公告，饮料标示规定，未来无论是超商、连锁手摇饮料店，或者是素食业者，拢爱标示饮料总糖量甲总热量，也就是饮料内底珍珠、布丁、牙膏这配料热量甲糖量，拢爱算在内。如果怕会有一些可能会因为人为的误差哈，或者是就是说加糖的含量的一个多寡哈，那可以标示哈最高的一个值。有清楚标示当然比较好，因为有些人会需要去知道那个热量。会喝这种东西就不健康了，应该不会去看健不健康，或者是它的甜度的含量有多少。小苏表示，即马规定饮料店只要表示糖量甲热量对赛，按过事实上，未少人啉饮料时阵会加入珍珠、布丁、仙草这配料糖分，其实也真高，不一定会列入糖分甲热量标示当中。最新规定要求店头应该标示这杯饮料总糖量甲总热量。个爱伊相关达表示，另外新者规定，蔬果含量无到10%的店家名标示蔬果汁，应该标示蔬果口味饮料，或者是同款意义的字样。有点麻烦，我觉得应该会有上下正负的空间呐，是可以这样子做，这样子做会比较方便一点。今天要做减重的工作，或者是一个糖尿病的人，他都要做热量的管理和糖量的管理，那这时候他才能做啊。那如果之前都不知道，他会多少都不知道，他怎么做管理呢？当时近期会进会新修正的饮料标示，能够较有效和民众控制热量加管理健康。小苏按算每年元旦新制实施了后，业者若无按照规定标示，应依是按罚30000元到300万。假使标示无实在，相关应罚400万。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在今仔日增加一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一位30多岁的台湾查甫民众。6月底伫菲律宾被感染到，要伫遐治疗。9月18日等来台湾体检是无问题，不过检疫期满，家己开钱做采检，却验出阳性。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可能是进前感染病毒，身躯还未完全排清气，搁再进一步做调查，看是当时感染的。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的病例，案号第518号，是台湾籍30多岁女性，今年1月份去菲律宾做工课，6月底小连续出现发烧、鼻毛芳臭、走白等等的症状，伫个当地予医生看，确诊是新冠肺炎，有住院治疗。7月底2次采检是阴性，9月18日回程机顶的台湾到达是无症状，机场采检也是阴性。不过因为这个案烦恼伊家己的健康，10月初3检疫期满了后，家己去病院自费采检，想袂到检出来是阳性确诊。目前住院隔离当中，接触者目前框列2人，其中1人是同住家人无症状，那列为居家隔离。那另外1人是这个法郎的美法师，不过双方因为都有佩戴这个口罩，所以列为自主健康管理。指挥中心表示，个案6月份在菲律宾感染确诊了后，可能病毒还未完全消失，检测的结果才会验明阴性、验明阳性。之前爸爸发生过高雄金巴雷舞厅确诊的台商，住院81天才解除隔离，因为安尼后手会检验个案的抗体，来查清楚感染的时间。指挥中心提醒，若伫海外去外地等来台湾，要符合两个条件之一。从发病日到登机日已经超过2个月，而且症状已缓解。第二个就是说，发病日已达10天，那且取得2次呼吸道检体检验这个阴性的证明。这个个案敢是第二次去外地？曾经上认为讲是真恶查清楚，因为无法度摕到个案伫菲律宾的检体做基因的定序。目前累计国内拢总有518例确诊。426例是境外移入，55例是本土病例，东部南队36例，还有感染源不明的1例。那若确诊的个案当中有7个人死亡，485个人解除隔离，26个人住院隔离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公费的流感疫苗对今开始会当去注咯，只要是符合资格较大类民众都会当去注。卫福部长陈时中也鼓励民众去注流感疫苗，降低流感加武汉肺炎做伙攻击风险。可能是受到疫情影响，有民众三针要注疫苗，却发生冲突。
在起高点才开放了，湖北白鸭不到十分钟，250的名额就被抢了了。因公费流感疫苗，十月七号开始做，花莲市卫生所门口一早就真侪人来排队，也过因为流程无适当引起抢夺。他的号码很全面啊，在五号、六号里面已经打到37号了，所以整个流程乱掉了。他们也公务员也没有按照说公务员的程序来做，让自工自己在那边黑箱作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民众做流感疫苗意愿提悬。卫福部长陈时中也带头来做，陈时中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卖600万剂，做的对象甲以前同款，6个月以上到国小就学进行幼儿，国小到高中级学生，50岁以上大人高风险慢性病、罕见疾病甲重大伤病患者，6个月内婴儿爸母甲有新的护理人、幼儿园托幼人员、安养、养护长照机构照顾者甲工作人员。医师甲防疫人员、动物园工作甲防疫人员等，两病齐发，那当然重症的可能性就变高。那先打一个疫苗，把流感的可能性降到比较低，那这样对 COVID-19 就比较不会同时两病齐发，增加我们诊断跟治疗的困难。陈时中强调，做流感疫苗2礼拜了后，才开始产生抗体，保护力维持一年。做疫苗应降低感染流感的风险，同时也提醒民众，做疫苗进程应先向医疗院所预约，分流诊疗，避免群聚，搁兼顾防疫。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14号风台强风伫咧初五形成啊，不过伊的速度真慢，每一个国家所预测的也拢无同款。其中几率上介大的就是向日本刷订单，对台湾的影响无讲介大，但是今日影响到双十连假日，可能要等候到7、8啊，才会比较较明确。中秋连假打休煞，有风台形成。气象局表示，伫咧硫磺岛附近海面的热带低气压，7:08发展做今年第14号风台强风。不过，这个风台预测的路线是真侪种。太平洋高压或是比较靠近台湾这边的高压，它是现在一个比较引导气流比较弱的安行场里面因此它目前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它的一些引导气流也不是非常明确，北边西风带是否能顺利的把台风往北带或是往东北带模式预报分歧的情况。强风风台的路线有3种的可能性，包括低气压的路线偏北边，为琉球群岛过来台湾，国庆连假台湾北部甲宜兰都会受到影响，可能会落雨。另外，低气压伫咧10月7日离台湾东边1800公里的时阵，可能会向南行，行去菲律宾，为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影响恒春半岛甲屏东南部地区的天气。不过，目前预测的几率上大的是低气压会伫咧7、7、8这两天，偷偷向北边行去日本，对台湾是未有影响。强风台风它北转的一个几率其实大大提高，往西走朝台湾方向移动的这种几率其实已经降得非常非常低。这个10月7号左右，它的整个一个移动的趋势跟方向会逐渐的明朗。气象局甲气象专家表示，强风风台行驶的速度真慢，按算7、7、8会到琉球群岛的东边，路线还阁要观察。目前往日本九州的风向几率较大，那落雨嘛真有限。也若国庆连假天气的预报，那是风台往北边去，离台湾较远，要是会淡薄仔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各地气温会小可较悬，迎风面较大的北部甲东北部会有较少啊短阵雨发生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国庆的筹备委员会伫今透早公布今年国庆大会主题，号做2020民主台湾自行进行。而且在今年是头一摆开放民众会当到现场观礼。另外，也有几位后面的重要政治人物也翕影片，表达对中华民国的祝福。以声音的社谱刷条做设计重点，今年国庆的主持甲设计要上顶台湾，透过多元的声音，社会交流结合，成就民主的进步。国庆筹备委员会公布今年国庆大会的主题：2020民主台湾自信进行。码头一届开放民众现场观礼，做回来庆祝国家上重要的庆典。担任主委的立法院议长尤锡坤利用致辞时阵，代表立法院表达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心，祝贺伊早日康复，也讲到台湾对抗疫情的成绩，就是对全球民主的贡献。因为民主让我们抗疫有成，那现在被很多国家目为国际的抗疫典范，
第六民主，国际能见度大幅提高。拜六就是国庆日，侨委会已经开始受理海外侨胞回来台湾报到。啊，不过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已经参加国庆活动的侨胞超1500人，在海外冒真济庆祝活动。台湾驻澳门兼驻比利时代表处在人面前发布影片，分享几啊十位澳门比利时等等的政治人物对台湾的祝福。Today is one of the least affected countries by this horrible pandemic.Taiwan has excelled in overcoming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andemic. I wish Taiwan to receive full diplomatic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除了肯定台湾的防疫成果，伊嘛呼吁台湾的民主，表达对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马祖的海巡队一个月初三在南竿海域，搁再抓到下过界的中国抽沙船，也因为涉嫌偷抽海沙，海巡队当场扣押一只6000多吨的抽沙船，也把船顶11名船员全部押回。目前专案也移送连江地检署侦办。不要再跑了，不要再跑了。这个月初三半暝，马祖南竿海峡2.1海里的所在，台湾海巡队员真细致，为细只船啊，爬起了一只中国的抽沙船。因为这只6000吨的抽沙船，唔那只过线超过限制的海峡，还佫涉嫌偷乌沙石啊，当场去予马祖的海巡队扣押，嘛佮船顶11个船员抓起来。在南竿铁板外2.1海里处，发现大陆籍无船名抽沙船，非法越界抽沙作业，那全程。录影收证，那并由三艇共10名执勤人员以优势警力实施登检。海巡署表示，因为当地咧疫情的期间，海巡人员全程拢有穿防护装备，了后嘛由连江官派人去消毒，而且甲抓起来的船员做裁检。马祖海巡队初时早起，嘛甲抽沙船押去马江海峡，甲1800吨头乌的沙石啊，搁添倒登去海林，专案移送连江地检署侦办。金马坪分署表示，这个案件属于带案查扣，108年到今，带案查扣的拢总有6架抽沙船，23架渔船啊。要若109年到今，伫马祖拢总处理376架抽沙船，311架渔船啊，还佮有其他的船啊68架，拢总762架。其实进前嘛有民众看到中国的抽沙船偷乌台湾的海沙，民众伫咧坐飞龙机登去马祖的时阵，拍到袂少中国的抽沙船伫咧海顶，船啊还佫一直流出土色的垃圾水。马祖的海巡队表示，这抽沙船大部分是伫咧禁止的水域以外的航道顶悬，无属于管辖的水域。不过，若是抽沙船驶入去禁止的水域，海巡人员都会随过去，而且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国道一号往北的泰山路段，今仔日中昼发生几落台车撞做火车祸，是一台奥多派骑起的高速公路，警方的巡逻车本地要甲这台奥多派砸入来，想袂到奥多派继续骑，却甲一台发财车相压，后壁几落台车未付重点也全部撞做火啊！一个戴安全帽、咧骑奥多麦的人，骑去伫高速公路顶悬，那骑搁那不分，还佫不时转换车道，佫遭警察的巡逻车用警报器，爱伊骑较歪路径，伊煞甲警察背手，开始爬来爬去，尾手伊伫个外线的车道，去有一只发财啊弄到，倒伫个涂骹。其实被摩托车压住了，脚被压住了，所以我们一个同仁要把他拉出来的时候，啊，后方的一个大型车啊，因为哦在追撞上来，那我们同仁就跳到那个护栏外，有多腿跟手有挫伤。国道的警察随停车，也交通水要协助骑士来警戒。不过后边的连接也煞未赴打动啊，转向头前弄落，刷落来后边弄撞九台车，连续弄弄做一伙，造成严重的塞车。一个货车的司机，佮一个连接的驾驶，还佮有一个国道的警察，拢受伤送南口中街病院，加在拢是外伤无介严重，迄那骑士嘛互送病院，受伤是上严重的。主要是脑出血跟颜面骨骨折，那目前我们是担心他腹部有其他的受伤，还在做检查。这两个国道的警察伫咧起诉去用弄掉的第一时间，真拼是甲人拖去湖南外口，保掉伊的性命。警察初步研判，这个起诉应该是为南口交流道，骑去伫高速公路，目前伊的意识真清楚，酒测但是零，还佫留伫咧去警察观察。另外，伊违规骑奥多麦去伫高速公路，下边领到3000至6000的罚款。伊若伫咧高速公路爬来爬去，加上高一手骑奥多麦，已经构成危险驾驶，上当会当阁罚24000块。记者综合报道。
人讲水火无情，煞要看是伫咧台南市水仙宫市场附近的林家厝，在今日发生火灾。有民众表示，可能是庙会有人伫咧放炮啊、放烟火所造成的，详细原因还在调查。发生火灾林家厝，造成一个28岁妈妈甲伊4个月大的查某婴仔起砸着伤，目前无生命危险。敢是宫庙放炮啊、烟火所造成的火灾，要等候消防局的调查。防野保护协会在今日公布淡水河流域的废弃物调查，发现有90%的废弃物落积在一挂所在，而且一挂垃圾大部分拢是塑胶袋啊、塑胶干啊，以及着变色碗碟。因也呼吁政府着爱加强河川废弃物的监控加清理，防止一挂垃圾搁再流入去大海内面。从海保活动当中清除真侪垃圾，原本垃圾的海岸线变甲真清气。因为各界关心海洋甲河川废弃物议题，防野保护协会初步第一摆公布淡水河流域废弃物快筛调查，发现90%废弃物分布伫九派荷花顶端，至少有18万公升废弃物以塑胶袋啊、塑胶罐啊上侪。大部分的垃圾累积在少部分的陆地和河岸上，数据提出去给公部门之后，公部门可以做重点式的清除。它其实只要清除9%的河岸段，然后就可以清除到90%的垃圾。防野保护协会表示，调查显示淡水河废弃物上侪河边，前三名分别是干道大桥两边、罗州宽体大道外边、甲石子中港大桥正边。分析发现，干道甲罗州两个所在外出海口，而且是吉兰河甲淡水河交接的所在，石子是河道等外的所在。自然条件之下，拢开囤积废弃物，确实以14公升粪扫袋来算，应装满13000袋。那我们如果把河流顾好，其实是顾我们自己，有一条像血脉一样的东西，它是变干净的。当你的血脉变干净，你的身体就会变干净。所以全台湾的岛屿要它变干净的时候，血脉是必须要干净的。防野保护协会强调，各界关心海洋废弃物议题同时，这份调查正是海洋废弃物的来源之一，就是河川废弃物。政府如何加强对河川废弃物的监测和清理，是目前上重要的代志。也希望民众应意识到河川污染的严重性，减少撇粪扫。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伫今年正月推出禁酒收入保险，要予种禁酒的农民袂因为介绍帮盘收了钱。不过，就有人伫咧网络顶头质疑讲，这份保险予即挂禁酒农民颠倒赚着保险金。农委会主委陈吉忠甲农民认为讲，即款的评论真正是足恶质的。等到屏东家乡大嘴食禁酒，农委会主委陈吉忠找过中道。到屏东内埔甲农民交流，了解禁酒生肖情况。讲到被网友质疑乱野之设立的禁酒收入保险，但结重金补助化完哦，并且强调袂因为不实指控停办保险。台风一来，农民血本无归。第二个，香蕉又是比较容易有所谓的产销失调，造成价格偏低。不管哪一种，农民的收入都会减少，农委会当然责无旁贷。禁酒收入保险是以科学平均产量和平均计销作为启动理赔标准，农民会当自行向当地农会申请投保，各户保障金额以风险等因素有所不同，投保的额度在40至60万之间。受到天然灾害或者是市场等这些不归咎于农民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外在情形底下，要求中央农业主管机关就是农委会开办各种保险。举例来讲，若讲今年禁酒每公顷平均产量是3万公斤，全区平均计销是每公斤10元，区销收入就是每公顷30万。若讲农民投保的保障金额是50万，那安尼50万减30万，得到的20万，就是农民每公顷会当得到理赔金额。整个疫情的影响，哦，那整个通路的结构全部都产生变化，农产品大体上的价格有比较偏比较低一点。我种的香蕉最好一公斤都在30-40块，我干嘛要让政府赔？对不对？我们辛苦种香蕉不是为了说要拿保险什么的，我们是希望蕉价平稳。蕉农强调，一旦卖钱，无人想要替你赔。要么保证基本保险，要有部分的限定，无纳入保险范围。蕉农也希望农委会扩大纳保的范围，保障所有蕉农。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听歌细分明，美国总统川普测试暂时离开国家军事医学中心，坐伫咧车内面，搁在对外口的支持者握手。CNN 的报道就讲，川普这款行为已经危害到随行政官的健康安全，也认为川普对病毒的情形是无够了解。不过，川普的医疗团队表示讲，伊的状况有变好啊，上紧伫初五就通好出院啊。美国总统川普今天随时即将离开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并且伫咧车内向病患口的支持者握手。伊家己伫咧出发前，伫咧推特发表一段录影，讲要予大家一个小惊喜。And they've been out there for a long time. I'm about to make a little surprise visit, so perhaps I'll get there before you get to see me. It's been a very interesting journey. I learned a lot about COVID.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讲，川普坐伫咧车内有挂嘴烟，想要展现家己以外。健康的模样，因个人的身受已经造成随行人员感染的风险，显示伊对这种病毒有高度传染到有致命性等严重性的理解还阁无够。华特里德一位医生批评，伫即马感染随后拢爱隔离十四天，同时爱面临感染、死亡等危险。白宫发言人迪尔讲，这段过程拢有医疗团队确认用个进行，并且采取包括前个人的防护装备等预防措施。专门医疗团队伫进前才替伊检查器，并且伫咧报告内面讲，过去几工专门有两边低阶的费用浓度无够，接受强上述经过药物的治疗了，即马已经有较好，苹果上紧伫咧催过会当出院，登去北京继续接受治疗。Yesterday, you told us that the president had been in good shape and fever-free for the previous 24 hours. Minutes after your press conference,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Mark Meadows told reporters that the president's vitals were very concerning over the past 24 hours. I think his statement was misconstrued.What he meant was that 24 hours ago, when he and I were checking on the president, that there was that momentary episode of the high fever and that temporary drop. A couple hours later, he was back up, mild again. 第一次跟加川普近距离接触的人，包括港台辩论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两边的采检结果依然是阴性。伊的竞选阵营发言人贝茨也讲，拜登未来会定期接受体检，每一遍体检的结果也会公布给外界知影。也因为川普确诊，正伫咧国华访问的国务卿庞贝浩随时启程去日本，主将原本要访问蒙古加南韩的计划，加这边的亚洲行速地，伫参加美、日、澳洲加印度的四个外长会议，讨论印太地区等议题了，有定伫咧找人要登去华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欧美国家因的疫情当咧严重，法国最近的确诊人数一直咧增加，一日拢上万人感染。因的总理也宣布讲，首都巴黎进入到最高境界。另外，美国纽约市的疫情也探翻头，市长也拍算讲，要再施行防疫禁令。美国纽约市现在时阵疫情则较稳定，学生都开学，商业活动慢慢恢复。所以，因为最近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增加真多，市长贝苏豪四号宣布要让布伦克林甲红桥区这九个阳性确诊率超过3%的所在，为七七礼拜三开始各防疫封锁，到时阵影响的差不多是500,000的居民。Address the problem by using the tools that we know work, which is to ensure that non-essential businesses are not open and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are not happening. 秘书会提案要得到州长古莫的批准，通过了后，九个一区内底300间公司的学校都要停课，餐厅停止室内室外食饭，健身房也要关起来。另外，还有11个所在也正密切监控当中。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是全球第一，确诊742万例，死亡超过200,000人。都伫个期间，美国总统川普确诊当日，美国新增加病例有5.4万例，创8月中以来新高。法国过去几天疫情明显增加，初三新增加17,000个确诊病例，创下单日新冠纪录，初四有12,000多例。总理办公室宣布，首都大巴黎地区会进入最高警戒状态，除了酒吧、咖啡厅停止营业至少半个月，餐厅应营业，不过要提悬防疫限制，大学课堂要空出一半的位，一般的人尽量踮伫厝内远距离工作。创办有名流行品牌 Kenzo 的日本设计师高田宪三也因为患上新冠病毒，初四在巴黎郊区一间病院过身，享受81岁。
另外，在英国官方数据显示，当地新冠病毒确诊人数超过500,000人，42,000人过身。在过去这个周末的新增加单日确诊数字是真惊人，分别是初三12,000多例，加初四的22,900例，加前几天出现倍数成长。不过官员表示，这数字增加这么多是因为统计上的疏失，技术问题致使上万件确诊病例被漏交去。在这几天慢慢保证。首相强生表示，英国今年冬天会非常艰难，疫情可能继续到元旦节了后。记者综合报道。在今天暗时宣布的2020年诺贝尔医学奖，是由三位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科学家做会得到的。这三位科学家的研究，伫咧肝硬化甲肝炎有真大贡献。是新型肝炎病毒也解开慢性肝炎的因果关系，也通好开发出抽血检测甲新药物，甲数百万人的性命救倒转来。印度甲中国冲突是真久以前就发生的。印度正也伫边界山区开一条防空，为着要让物资更加方便送到军事前线。这条号做海拔3000公尺以上、全世界上长的防空，这三也由印度的总理主持通车典礼。这是过去数十年来，印度军方调动部队去克什米尔前线，常常用的方式，用卡车这些交通工具，载官兵穿过数百公里的山区道路，机关各轮调山区偏远的军营和哨所。在热天天气好时阵，这些山区道路除了路较远，也无啥物伤过大的问题。不过，公路在海拔高度差不多3000公尺，冬天冰雪封路时间至少6个月，也就是讲，偏远的军事据点每年有半年以上无法度有物资的补给，加人员轮调。早在前总理瓦巴伊任内，印度政府都计划在山区起几条重要的防空，罗塘防空也是其中之一。这个防空平均海拔差不多3100公尺，长度差不多9公里，应该是目前全球高海拔防空当中最长的一个，宽度10.5公尺，宽度5.25公尺。不只是大型卡车，连大型助力电车和火炮都能通过，对强化印度的克什米尔边境的军事防卫有很大的帮助。ज्यादा से ज्यादा कनेक्टिविटी यानी उतना ही तेज विकास。खासकर बॉर्डर एरिया में तो कनेक्टिविटी सीधे सीधे देश की रक्षा जरूरतों से जुड़ी होती है。因为这防空以突破高海拔山区的天气限制，和边界驻军的补给和轮调更加顺利，是前总理瓦巴伊任内所提出的想法。所以这防空要另外以瓦巴伊的名字，后名叫做阿塔尔防空。当然，印度不是完成这防空就完成，连接边界前线的另外一个通道新库拉公路，海拔过超过5000公尺。印度政府今年8月已经通过计划，起长度13.5公里的防空穿过山区。除了协助当地居民，也大大强化边界驻军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总统大选剩不到1个月，根据着美国的民调网站显示，川普当选后上新的民调依然输拜登。就算有一挂所在对川普依然是真支持，不过就学者认为讲，川普的身体状况影响着选民对伊的防疫表现甲态度，也让选举的结果搁再变搁较侪变化。美国总统大选剩无一个月，美国总统 Trump 伫咧这个卡刀去为着新型冠状病毒，外界就有人晓得这是 Trump 的口肉计。不过学者认为，伊出这招的可能性无高，因为爱承担真大的风险，也严重影响到伊的竞选行程。民众对他不会因为是蓝衣而觉得应该同情的投票给他，反而会从他身上去追究说，那为什么美国疫情如此的严重，不就是川普他没有好好去控制疫情所造成的结果吗？根据美国民调整合网站。RCP 十月初四上新的民调显示，川普有关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而且阁输8.1%。学者认为，川普若要变盘，恐惊有难度，立场较我中的州会是关键。川普就希望这些小党，说不定会愿意就是来继续他们的始终者会，就是投党不投人，能够在这个摇摆州，譬如说宾州啊，或者。Wisconsin 或者 Michigan 能够赢，
这种不无可能。学者表示，美国这摆选举因为疫情、美中贸易战和种族歧视的事件存在未少变数。不过，川普在咧四个立场较倚中的州，民调平均都领先拜登一到五个百分点，有要话四成的铁票，支持伊守护传统的价值观和重视社会特殊的主张。啊，到底大选的结果如何，得爱等11月初3才通知影。记者闽晋台随台北报道。前国防部长，也就是现任退休会主委彭世宽，在今日去到立法院避询，伊是正支持伫伊任内所推动的步兵制。伊也强调讲，步兵制会当吸引到更加侪优秀的人来做兵。伊也针对着前陆军总司令陈廷长讲出国军无战力的危机，伊认为讲无人会赞同陈廷长的讲法。两岸台海情势紧张，国军战略敢会当应付威胁？外界也引起恢复征兵制的讨论声音。国防部已经定调后备战略改革方案，2022年是分关节。现任退休会主席彭世宽在外国立法院避询，大力支持募兵制，伊强调。那要用征兵制，好无心的人做兵，不如用募兵制吸引优秀的青年将军。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武器系统，都需要长时间的人员维护。或者是来做操作，假如募兵他能够有长时间固定的在这些方面，对于国军来讲战力是能够维持的。针对退役上将前陆军总司令陈廷长讲国军战略失灵引起民众不满，彭世宽回应退役将领无人赞同伊的言论，有立委质询退休会感觉应该强化电工意识，伊认为无需要。还有一个言论，大概委员都不好意思讲，哎，你们这些老外通通滚回大陆去！我建议啊，要这个人来讲，对于这种新闻呢、啊，不信、不听、不传，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你没有检讨你辖下的将军讲出这种话，你检讨我不提出来，大家不知道，这倒因为果吧？要讲反共抗俄，我会输你吗？他要去统一，我能够讲说他不对吗？他不对啊，他哪里对？我把他不听可以吗？另外，退伍会为了加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加强征集，积极争取驻美代表。也毋过，彭世宽表示，行政院目前无核定预算，今年确定无法投资。另外，有外界质疑，中国伊应该停产雄风飞弹，国防部已经向美国买华帝火车飞弹。彭世宽认为，台湾应该发展家己的武器，应该被雄风。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要启动修宪，敢会牵涉到统一或者是独立问题呢？立法院长尤新坤认为，修宪是困难度真高的。目前提案有17案，其中只有18岁公民权是条约有共识的。立法院在这会议成立修宪委员会，也就是讲修宪工程要启动了。之前民进党立委陈廷辉等人提案要删除宪法前言当中的统一这字句，认为应该改为因应国家发展的需要。有原住民身份的民进党立委吴立华也提议，要将平地、山地原住民称呼这名为原住民。对党内立委的提案，民进党团表示尊重。比如说18岁公民权，那甚至是废除考监两院，我们就先让他进入公投程序。那如果没有的部分继续谈，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议题。那目前党版没有锁定特别哪些议题非怎么样不可。我觉得最少应该会到30案左右。在委员会的过程，我看最少就要2个会期吧。所以这中间还是会有新的案进来啊。进来以后就可以排审。对修宪，国民党是态度开放，也要甲民进党、立院党团合作。不过修宪过程不止真长，限制也真悬。除了要全体立委4/3出席，还佫出席者4/3同意将成案进行公民复决。立法院长尤锡坤认为难度真悬，目前上强势是18岁公民权。依照目前看来，要形成共识啊。大概除了18岁公民权以外，其他的要形成共识不是那么容易，所以站在国会行政的立场，我会尽全力去协调。调解国党派推派委员名单在七人议会通过了后，调解协商讨论第一摆开会之际，目前提案的有下修公民权到18岁，开扩跟调降公民复决限制，恢复国会征兵同意权，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等17案，其中就18岁公民权有调解高度共识。开扩跟了后的权力归属，亲像考试部分业务，要予行政总署是毋是会使？林署长是林佳正会应接落来。重点是伫后续行政机关如何设计业务的属性。记者综合报道。
所以来咱来关心到咱的劳工，劳动部公布上新的无薪假统计，目前有934间企业通报，要到18,000名劳工伫咧放无薪假，而且人数有增加的趋势。亲像暑假是旅游业的大季，休热了后，正也开始无生意，就旅行社通报政府要放无薪假。知名旅行社伫门市挂出三地特产大脆食海产的布条，想尽办法开发新的高度市场。休了旅游大季已经过，旅行社受疫情冲击影响再度恶化。九月初一，劳动部公告的无薪假统计，全台旅行社有54间实施，即马十月初五佫公告，旅行社各增加7成，达到90间通报无薪假，影响的人数达到931人。其实我们就是你有需要的时候再来再上班嘛，那其实现在大家都是给最低的这个基本上的薪资，其实但每一家都是一样啦。我们办公室只有缩小而已，我们没有裁撤。从九月开始去做，把办公室搬到比较小间的办公室啦，去节省这个它整个营业的费用。再来看上新一期的整体统计，企业比顶礼拜新增41间，来到934间通报无薪假。劳工人数新增972人，来到17,981人，其中制造业占16%，金属机电加国内大型生意厂在内的化学工业，拢分别有4,000多人。第一期的那个减班休息的数据是有一些些微的上升，那我们看到在制造业的部分的话，可能因为个别的厂家他遇到的客户群，如果是在封城情况还没有解除的那些地方的话，他可能还是会有受到相关的影响。劳动部强调，如果要到六月底，当时无薪假劳工有31,000多人，比高峰已经过去，但还要看劳保失业机构统计，今年到9月25日已经失业83,000多。劳保局官员表示，去年失业几乎平均每个月有7,000多件清零，今年受到疫情影响，自4月份开始提悬，平均每个月拢有9,500多件，相当是每个月拢有我10,000名的劳工失去饭碗。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的南方欧亚大桥一冬之前，规座桥长期发生意外，在今日也举行新桥的动土典礼。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以及着交通部长林佳龙也拢全身出席。新桥按正伫3年内会当完成。林佳龙也强调讲，规座桥的维护管理会由港务公司专款负责。南方澳的下港大桥举办祈福的动土仪式，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交通部长林佳龙做会出席。因为去年10月7日南方澳的下港大桥意外崩起，造成6人死亡，外界质疑相关单位维护管理无妥当。今年5月份才公布出发名单，即马新桥在伫要动工，所传出讲还未确定维护管理单位，嘛引起各界批评。航港局它具有未来大桥的这个产权，那是委由港务公司在维护跟管理。登高了去追究责任，才发现讲南方澳的下港大桥管理单位的权责不清楚。林佳龙强调讲，未来新桥由港务公司负责维护管理。另外，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表示，未来加强桥梁立管，协助各管区整建。我们全盘纳管公众通行的桥梁，修订检测的规范，以及精进桥梁咨询管理系统。同时也协助各县市政府加速桥梁检测跟改善的工作。所有的钱一定由政府全力，由中央全额来补助地方，3年内全部要让它通通到位。新桥的以选比江淮阿摩托的方式来起，外形是参考南方澳特产青翠鱼的意象，已经3年以来，民国111年8月份完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秋天，观望花也常在开花。最近台南各重要河川地，即个溪埔啊，拢会当看到一挂观望花。主要是今年水库无水，也拢无下水。观望花虽然水，即也代表讲水库常在欠水的问题。时间已经来到10月初，咱们溪边的秋望花季虽然将要结束，不过也是有济济游客来遮赏花。是哦，我去年就来有来看过。今年刚好特别水。今年啊，现在要来看咧，有啦，香槟边啊拢足水的。系啊。过去边啊到9月时，带来咱们溪边的秋望花长开，拢会请济济民众专工到地来赏花，带来区公所搁代办刷花季的活动，尽全力营销地方的观光。不过今年的花会开甲特别济，嘛甲南部的水情有关系。对，那今年的雨水很少，所以说它芒花都开起来就很漂亮。
天气越热，没有经常下雨，它开的蛮花一定是更漂亮。嘉义仁义潭啊，蓝潭它水库跟我们南化水库，跟我们阿公店水库几乎都是满的。那加上我们高平溪的一个水量还尚于充足，然后北送，我们来北送到台南啊，所以目前能够尽量把水留在水库中。今年热天，各地也无风太大台湾，雨水无够多。目前咱们水库的水一直维持在3.5左右，无机会会当下水。溪尾的树芒颠倒无去予水冲走，一片美丽风景的背后，嘛表明南部有欠水的可能。南区水资源局表示，南部的水情也真稳定，在月底前，民生、工业用水拢无问题。明年第一期的早冬场，若要有水引产，就要看在月底的水情才会知详细。记者综合报道。和平将了解历史建筑安怎修复，就会当了解历史建筑价值。云林记忆库专工举办活动，带民众去北港看当地修复古迹，用参与来亲身感受。那讲到云林北港，行到拢会想到妈祖庙。不过北港出名的，不仅那朝天宫，也够受妈祖庙影响演变出来宗教工艺甲生活文化。也北港是开发真早的古镇，当然也有未少历史建筑见证时代的变迁。云林区库尔的专工办活动，招民众到顶眼界一下北港的历史建筑。现在刚好是北港的旧登记所正在修复的当中。那北港的水道头、自来水厂的宿舍群也刚好。好，要正要已经要验收的阶段了。那我们当天呢也会请建筑师，他在整个规划当中的时候，他的规划的理念，然后怎么样做保存。活动分两条路线进行，沿途经过北港古镇技所、集雅轩、朝天宫、北港水道头。民众唔敢那用目睭看历史建筑，惠林记库尔阁邀请地方的文书工作者导览，小解时代变迁，解说历史背景。也上解些老麦个，就是也邀请民众同齐参与历史建筑修复的过程。这对民众来讲，有影是新奇阁趣味的体验。两条路线，主要其实要让大家去认识北港之美。那我相信其实这两条路线都会为参观的民众带来很大的惊喜，大家可以更深化、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北港的工艺文化，还有它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最吸引的点是我还没有看到在整个古迹或是历史建物在修建当中的时候欢迎民众亲近。那我讲重要，其实它是一个运动跟倡议，让大家更来注重我们的文化的保存。惠林记忆库表示，举办这个活动，带民众眼界北港镇内当地修复的古迹，希望大家能了解整修的过程，通更加理解历史建筑的价值，也趁这个机会，让民众感受历史建筑永过的风华，唔呐更加了解地方的变迁，也通愈保守愈重视历史文物。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斗六镇西国小棒球队已经成立六冬啊，因克服无场地困难，伫厝边顶起训练场，拍出正好成绩。虽然练习过程当中是真辛苦，不过算是这阵囡仔上解欢喜的代志。大声喊加油！云林斗六镇西国小棒球队的同学就有精神，准备要开始练习。棒球是咱台湾的国球，常常伫国际比赛摕到好成绩，会当遮尼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自细汉开始培训。云林斗六镇西国小就是培养校棒的重点学校之一。虽然练习的过程真辛苦，不过即个囡仔却认为讲加入球队是因上界欢喜的代志。有两三年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累，但就是赢的时候也很开心。来棒球队的时候就是。会让我们觉得比较，就让我觉得比较开心。镇西国小棒球队成立到今已经六年啊，因为学校伫咧市区，无宽阔的土地会当互因练习，所以学校就伫厝边定起练习场地，打杂球网、发球机等等，把小选手的基础拍好在。我们在那个天气不好的时候，或是我们夜间训练的时候，是我们这边的主要的场所。那学生也很乐意在这边练习哈，那提升他们的技术。拄成立的时，囡仔会当用擦板甲人无爱滴的链啊，或投手卡甲做垒包来练习。不过靠一届一届选手甲教练的拍拼，即马唔呐伫县内有真好的成绩。
也常常代表训练员参加全国比赛。除了认真训练拍球，学校嘛拍破过去真侪人认为讲读无册才去做运动员的观念，特别注重学生的功课甲品德教育，唔忘乎指点囡仔，成做上届优秀的队伍。记者综合报道。在美国东北部海岸的海拔受到海洋食鳞类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因族群的数量则是大大增加。不过，这个海拔算是把鱼啊、虾啊拢吃了了，也影响到当地鱼货数量。在马州算鱼港，哈维奇港经营观光船行李的是派尔特先生，专门送观光客去莫诺莫伊岛近距离欣赏海拔。They're very entertaining and adorable. You just want to give them a big hug. 12 years ago when we started, we had to work a lot harder to get the seals. Now the seal seems to be just about every place. 1970年，美国实施海洋食鳞动物保护法了后，海拔数量就开始回升。1980年、1990年，加拿大新斯科西亚省的海拔族群重返新英格兰海域，在渔民所建的小岛徜徉下一代。海拔分布真快，鱼、海鸟什么拢食。渔民都怨言讲，海拔造成鱼血量减少，影响生活。在海埔生水人也投诉，一大片的海拔引来鲨鱼，正做严重的安全问题。They've now grown to a level where they're part of the problem now. They're bringing in predators, and they're doing more harm to other fish populations than good.当地有个人主张，太高海拔有诶提议积极来控制数量。其中一个团体提出修改保护法的建议，有濒危物种法，将数量达到安全标准的物种除名。不过问题是，这所在海拔族群数是偌济，或者是偌少才算健康？另外，鱼血量减少甲鲨鱼攻击问题，拢怪伫海拔身上也无公平。专家指出，这甲海水温度升高等其他因素也有关系。为新斯科西亚到塞西卡规个缅因湾水温升高的速度，比其他海洋近99%。科学家指出，大家应该尽量唔通将海拔当作是麻烦制造者，应该将伊看作是保佑成功的故事。学甲海拔共生，福州、加州、甲澳大利亚海洋观光产业振兴的所在，都成功在同款的状态之下有了平衡。Unfortunately, humans are very good at blaming other species for problems that are generally created by we ourselves. 记者综合报道。埃及的考古专家对顶个月到今已经找到59副古埃及的棺材，当地政府也在媒体见证之下，把棺材拍开。在临时搭建的博物馆内面，拢是埃及甲各国的媒体。各国专家因正顺利甲布揭开，观察掀开，内面是保存了正完整的一具木乃伊。这是埃及首都开罗南边差不多30公里的萨卡拉，也是古埃及时代重要的墓地。这么看到这座佐塞尔楼梯形的金字塔，年代会当追溯到4700年前。因为这批新发现的棺材，专家估计的年代是公元前七世纪左右。معظمهم في حالة جيدة جدا من الحفظ ويحتفظوا بألوانهم هم لمجموعة من الكهنة وكبار الموظفين من العصر المتأخر يعني نتكلم حوالي سنة 600 قبل الميلاد قبل كده أو بعد كده بشوية يعني التوابيت دي بقى لها حوالي 2600 سنة مغلقة أنا شاهدت فتح تابوت منهم مع دكتور مصطفى تحت في البير الموميا كأنها متحنطة امبارح根据各国学家的讲法，公元前600年是属于第26王朝，也是古埃及最后一个本土的王朝。了后，统治埃及的包括马其顿、希腊和古罗马帝国，拢是外来政权，也代表这挂出土的文物在埃及的历史上的重要性。这挂棺材加木乃伊，也够进前所挖采各种的古埃及的文物，拢会伫咧大埃及博物馆展出。这个博物馆本来是打算去年就要部分开放，也不过先是遇到阿拉伯之春所引发的局势动荡，今年三月又果发生新冠病毒疫情，目前决定在2021年启用。在这挂挖出古文物，就是埃及政府重新振作观光的希望。对古老传说讲，那日去金字塔甚至把棺材拍开会带来厄运，也不过这只是民间的传说，或者是电影的剧情。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明仔载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比较较凉冷，有可能会落雨。伫咧南部过道恐惊也会落西北雨。
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2度到28度，中部地区对23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3度到30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0度到29度，新闻最后也带观众朋友来到英国看蚕蛤仔的孵育，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日时间咱再会。